句我爱你。你买他们的编剧？没错没错，他们高都睡，你是偷尿尿。上来我为什么拉你？对啊，等你结婚啊。对那个十块钱。结婚？他已经婚了，他已经结婚了。结这么久就结婚了？上一集明明是明是不接不抢的。搬走！啊！啊！刚才是我的命，你刚才是把我的命抓回来了，我刚才想进去了，赶紧把救命！我我看那个烂泥巴哦，很软。你怎么一副看好戏的感觉？我待会要下去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哦，我可以尿尿吗？那就结了。没，我再给我调回来这边。我要跟编剧讲，我要克数。上一集明明是秀玲跌下来，为什么在这换一集整个翻盘没有再跌下来？编剧我爱你，你买他们的编剧？没错。我这今天天气热还可以，不是冬天，非常爽，太好笑了。还没头串那边戏，还好吧？我他妈高都睡，你是偷尿尿？滚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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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凉啊，好心凉，顺利啊，顺利，顺利啊，顺利啊！他进来滴滴，他进门凉快到爆。老板，我们本来上一集剧本写的是秀玲跌下去帮他人工呼吸，这次怎么变成我起来半途要帮我人工呼吸？啊对！哈哈同学欢迎大家。谢兰出门，一直打他。哎，你才安尼较好算啦，才不要太狠，我下去跟你说太狠。三十分你，好，还要拿姐。我看你进去，进去。可是没有下去啦，别帮忙馒头啊，拜托上来。我先上面，还没画这个。你上来，我为什么拉你？对啊，可是你结婚啊。对，那个十块钱。结婚。他已经昏迷了，他已经昏迷了，我叫他姐进去了。同学这么久就只听见你，很疯狂。
是不是不要了？我对这就欠我九万多。你表示没事，你搬下来，我不要受罪。紧的，救我，救命！紧，你去叫领导的啊！紧，我不要受罪啊！我来赶紧找物件，咱找物件，赶紧起来啊！不干，我得救你的。啊！那个叫好家弟子呀！救命啊！那还敢做仓鼠呀？不亏啊呢！啊，你我唔知对食个鸡啊！那你免落啦！你做 CPR 啦！恁一个哦，给恁当个按摩心脏，另外一个给恁当个做口对口人工呼吸。啊，你我两个是啥物甲当个 kiss 甲 kiss 啦？哎呦，啊，我恁两个猜拳啦！剪刀石头布！哇！当个。这是我的初吻呢，以后就要好好对待我呢。哎，等等，别继续了。